前观点。点击边界点，添加二号边界点，至少添加三个边界点。依次添加若干边界点后，注意植保机平稳选取后，点击边界点，点击保存，确定边界点的实际位置，可通过 APP 左下角的摄像模块实时获取，以此可以降低边界点打点时的位置误差。如作业填块内有障碍物，搜索植保机围绕障碍物进行打点。打点完成后点击保存，降落飞行器至安全位置。